衣柜丢了吧？普普还可以穿啦。今天如果又要在你家约会，那我要回家喽。你去看电影。真的吗？我要去电影院看呐！哇，太热了吧？你干嘛不开冷气啊？省电啊！那开电风扇好了。不要！他已经好几年没开过。我去一下厕所。不要冲水哦。很臭哎！你到底多久没有冲水啊？一个礼拜而已，好不好？你太夸张了吧！拜托，你不知道水费省多少？这个已经可以丢了吧？这补补还可以穿啦，不要浪费。有谁像你一样去省成这样？你看。这样还可以穿呢、啊，很通风哎、欸！一周年快乐！哇，好可爱、啊！又是正品。那个人怎么这样哎、欸？你看，对啊，真的是太夸张了。走啊走啊，走快一点！好了，我们叫车好了啦。没关系啦，不要花那个钱，走一下就到了。真的、啊？再忍一下。好痛哦！怎么那么多血啊？怎么叫车了啦？没事没事没事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好饱、哦，走吧。等一下，我要打包。服务生，打包什么？我们吃完了，水还剩半杯耶。水，谁来打包水的啦？走了啦。你的气吧。我忘了带钱包哎。没关系啊，我先付。这样总共是700元。你有带钱包、啊？这是你的。我去超商买点吃的、哦。帮我买，帮我买。哇，好多、哦！好丰盛啊！你的。哇，感觉好好吃哦，好爽哦！